本宫对你的期待远比现在要高许多，未成想你竟然如此不堪一击！求我呀！只要你肯屈服，本宫可以给你一个痛快；否则，本宫就按当年之约，将你一刀刀削为人质。 何须你来可怜？如今该摇尾乞怜的人是你！你终于醒了，我去，我来迟了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让我被欺负。 仙姬既然千里迢迢来到这儿，为何要龟缩在此处？来都来了，为何不大大方方的来喝杯喜酒？季云鹤，本宫早就该将你杀了。可惜啊，你一直都未曾如愿，只怕以后也是如此。 顺德，我们之间是不是应该做一个了断？ 季云和，你故意引我过来，号称走一步算三步的季云和，如今也有黔驴技穷的一日，看来终究要打一场。既然你不愿意自己乖乖入阵，那我把你打进去也行。<笑>可笑，太可笑了！现在鲛人已经不在了，你孤身一人，竟还敢口出狂言。这场乱局皆因你我签订殉教之约开始，那就应该由你我二人结束，不是吗？ 你算什么东西？敢与我相提并论，季云禾，今日不只是你，整个北渊，本宫都不会留下一个活口。姐姐。 这次，我必须亲手阻止你。姬护法，陨魔战即将开启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 期待远比现在要高许多，未成想你竟然如此不堪一击！求我呀！只要你肯屈服，本宫可以给你一个痛快；否则，本宫就按当年之约，将你一刀刀削为人质。 何须你来可怜？如今该摇尾乞怜的人是你！我去，我来迟了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让我被欺负。怎么可能？或许是我命不该绝，若不是我晨起长眠，
你怎么会放松警惕呢？这菩提果能救长夜？菩提树百年一果，可重塑经脉，亦可解开冰封。这颗菩提果是姐姐照顾我百年那日菩提树结的果子，我一直带在身边留作纪念，没想到竟是如此机缘。天君，顺德以为长夜已经冰封，不如先将此事当作秘密，让顺德他以为自己占尽了优势，等他最得意之时，长夜便会成为他最不设防的刀。只不过本君也不知道长夜尊主到底能否及时苏醒，万一你与姐姐对战遇险，而他却又来不及赶来，这般做是否太过冒险？长夜他舍不得让我出事，我信他，他一定会来。现在我的力量都回来了，顺德，放弃吧。现在，一切都该结束了。恢复清醒了，谷主呢？谷主也被顺德抓走了，林浩清也来了。你们以为为了金陵就结束了吗？操控的不过是普通傀儡，此灵是我魔气所铸，无法摧毁，配林浩清再合适不过了。兄长，长夜，天君怕是有危险。去吧，这里有我。哎。